今天是端午节，我们今天已经立蛋，还有煮一些煮一些肉粽。啊，你们有立蛋啊？立了几颗？我们立了七颗。哇！我们煮了六个粽子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要拿出来喽！时间到了，会烫吗？小心锅子烫烫哦！小心打开。哇！去拿盘子。哇，粽子出来了！哇，是谁画的啊？是我们。这是我们的，我们有一个甜的。哦，一个甜的，五个咸的啊。呀。哇，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好。可以假装吃。可以吃吗？然后我们咸的，我们咸的里面有香菇。蛋还有花生，好了，那我们要去吃肉粽了。我们要去吃端午节快乐。